你跟我学穿搭，你找对象啊、泡妹啊、网恋啊，非常方便。可能那个女生是一个月挣50000，找了我之后，我这种旺夫相的那种男生啊，找了我之后，一个月直接翻倍，直接10万。他看到你如获至宝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富婆对我爱不释手的原因。只要是事业型的女富婆啊，都喜欢我这种。富二代总不算，狗吧。出生了，我靠！又他妈偷 F6 开，纯猪，纯猪啊！天天玩个逼凯隐，老惦记那个逼 F6。我没惩戒，这个红我必须反他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我亡，我会让凯隐见识一下什么叫恶心。可惜我没带攻速跟那个致命一击，可能打不过他。但没关系，我完全不虚。这是红开的好处，你知道吧？有些这种屌毛就喜欢偷人家野怪，你红开你可以及时知道他偷你野怪，知道吧？你就可以有所对策。先看他 F6， 他 F6 如果打完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去红他红。没打说明什么？没打直接去红啊，因为凯隐100%会吃这个 F6 的。我们吃完红开单挑，我会告诉他谁是男人。嗯，会。没被识到。不让他吃核剑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可是有天，当你走了呀，我发誓不会堕落。嘲讽，喜欢当小偷，喜欢当小偷，杀了吧。OK， 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兄弟们，喜欢当小偷，与我偷。直接恐龙，怎么说？来个黄牌能杀不？有点悬。升级 ，OK， 没事。你这个能打赢吗？开大不开？不，这个血量不开大，又要等死了。龙直接控，成就不等了，直接控龙。咱们加快点节奏，没机跑了。啊，应该把线推了的，这个分段好喜欢攀兵线的，果然又被单杀了。哎，大招也没开，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你们两个哥能不能稳点呢？怎么不能稳点呢？刷一波的控先锋，哎，我希望打野能开，中路能开大招，得做眼，先锋要没了，我能80%告诉你先锋，但我必须贪野怪。因为我没有惩戒，我去了的话，对面枪打也能杀我，我打不死，打不死的凯隐，没有那个必要过去。我们这稳用吃野怪，凯隐拿招，操控，蛤蟆来打我，哥们打招了，不是他半血啊。再玩下去，妈两天，再玩两天，真的，再打一天总局，妈晚上起来睡觉起来全是白头发，妈哭哭脱发，凯隐补刀都跟上来了，很坏很坏的消息，推线推推推线，别走别走，哎，完了，其他突然都不必要来找我了。满血回什么城？你把线逼线清了不行啊？还行，他没准备过来招我，我打得很快。凯隐也没来，还好。但上塔要没了，满血还走，哇，上塔十分钟掉了。切牌切牌，快切牌快切牌快切牌，我顶不住了。逼线吃了。这血量不能进场虫了，哎，回来回来，
塔皮我自己吃。哦耶，我能吃塔皮，我能吃一手两层塔皮，250块。我溜，机超物流接住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帅，免费订阅点一波，再给主播送个小粉丝牌，爱你妹妹哒。下路我在靠他们，凯隐好也在。哇，龙鱼一定要控，这把阵容不好，不控龙，龙鱼出事，说什么？不控龙，龙鱼出事。怎么说还要拼伤害？你这个小难凯，你得跑。说实话，完了，又是对面中单先来。皮尔特沃夫的条子来 Q 他一下可以吗？可以蒙过了。哎，你小子 A 我一下，先锋够按转够钱了，我们先控龙，因为这一把对面奎桑尼太肥了，奎桑尼后期一打二一打三随便打，我必须控龙，不然没龙魂我们这把很难赢的。到了后期别被奎桑尼 C 了，因为我处理不了奎桑尼，很讨厌。但是他们下路我很好处理，包括这个蓝凯隐钱了我都能操作一下，但是奎桑尼是完全操作不了的，有一种极具素质的美感，非常吓人。谢谢皮克斯快救我的粉丝牌，谢谢。早点回家，在没有线刀之前啊，我们一定要稳住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强纳在这里，有大招的强纳，而且是一个新石有护盾。怎么说？距离够不够？距离够，我们来操作一波。吓死人了！一秒五轮，差点没了我。我为什么我隔那么远都被他大招晕住了？谢谢小虎牙的粉丝牌，谢谢。我隔他老远就被他晕住了，好吓人。今天晚上维护吗？对，今天晚上12点钟维护，所以我今天会在维护的时候下播。因为今天没有节目，晚上又要维护，我只能让我的直播早早结束。也许你会寂寞，晚上喝酒喝得想吐。唉，但我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的事情，不要让我每天内幕。看野中路，先把这个吃完，再装逼枪呢，给他一个背刺送走你，直接被秒杀，兄弟，三项都能被秒吗？黄牌怎么说？丢出去，哎呦，卡牌 Q 没 Q 到，要被抓到身体里面了。末日要开大，我开幽梦过来，隐身一波，好大，漂亮，先把凯隐杀了，飞镖一丢，啊，被换到助攻，我这个，啊，我这个无心猎人还是一层呢，好烦呢、啊，这两层好烦，飞镖一丢，你小子，你讨厌，龙必须得控啊，龙必须得控，因为这个奎安迪还没出马呢，奎安迪出马我们解决不了的，不行，来人了，我们先避，要团，奎安迪过来了，我打不了，先把这装备行。OK， 三到了，爆杀流启动。那里的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，那是我爱你。而且这个蓝 buff， 先锋还有160秒钟，不着急，准备打他。把板凳坐正，别打龙了。末日没开大招，位置很差，可以梦跑。别追了呀，也是能追，走呗。Q 技能一刀直接跑。所以大刀躲他 W， 刀直接开躲一下，不要被顶一下，很肉。我没打圣甲，注意走位。这三，Q 秒钟 ，Q 秒钟。兄弟不好意思，就是能走。主人送外号逃跑小之王。这边可能有眼，最好别浪。我非你有心愿，你有心归期。小龙怎么说？小龙怎么说？小龙这么说呢？拉扯死你！看解决不了奎安迪，但是我可以把他队友先解决。这就是我们的制胜之道。哪里跑，你小子？隐身过来，还有距离。太刀，呀！吓人，有红吗？没有币了，回家卖装备，赶快掏我大圣甲，我到时候就可以解决奎桑迪了。但打奎桑迪，你最好等他大招用的时候，他忽然就减半了嘛，
那个时候你打他就伤害高一些。先锋准备好了，这个先锋20秒钟直接放，没时间了。中路要看这个，哦呦，你失血我敲，这相当容易被秒，怎么办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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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你还能反杀我，这么能跑，助攻没了，我丢，把我当成假的，没办法，惹不起他，不敢装，他不是强大，他回头一套能把我秒了，我很怕，包括打开营也是的，残血你没办法，你只能慢慢等个飞镖，不然他一小子妈一 WQ， 包括那个强大一套都要死，所以为了保命啊，咱们不敢回头，不敢 A， 因为他带控制的，要是开影的话你 A 一下 OK， 这个是真不敢 A， 兄弟打能打能打能打，我有大招，打大龙速打，卡牌大招过来呀，开大呀，还在这等，龙别拉脱了，看龙别拉脱，龙能打了，哎，这飞镖不是人头，走呗，你还在抢我龙，你小子直接被刺送走，有压迫感吗？什么是压迫感？他们面对我就像是地上的蚂蚁一样，他们是这样子看我的，哎，线不够长，他们这样子看我的压迫感，这就是压迫感，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了吗？天哪，知道刚开始你在跟谁作战吗？你在想跟神作战，你想与神作战，你也想与神明对抗，快跑，不要再出事了，躲，先别管他这个讨厌，先知好像加波速开启幽梦，你伸过来一刀背刺，先往后拉，哎，你打我不怕，我去西北找我爸，到他穿墙先丢，隐身过来，飞针找他，背刺一刀1500，飞镖一丢，一个背，一惩戒一丢没惩到，下罗尔塔要吃，操作我，兵线我来，兄弟你去拆塔呀，你这等会风龙一拿我能换鞋子的，有风龙很舒服。但喜欢主播记得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祝兄弟们每天开心，最好送1元粉丝牌。获得主播的粉丝牌上播贵宾席，好吧，惩戒，溜风龙魂一拿直接起飞，接下来我的移速将会达到恐怖的600，我会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移速之王，等我把装备卖了，来吧，来波移速流，等我钱够了把装备卖一下，什么叫做 A 一刀就跑，虽然没伤害但是很屌，钱烂了，什么叫做 A 一刀就跑，求我就不杀你，求我，你想干嘛，求我，不求我，求我，求不求我，分身拉过来，来波分身斩，不要冲动，男人一定要稳健，先回家买瓶药算了，稳一手，不差点钱直接走，这点实力也想杀死我，碾压了，现在蚂蚁视角已经结束了，碾压了，兄弟们直接碾压了，我的评价是直接碾压了，走。
对面好像守不住哎，对面好像守不住。等一会儿，先升个十八级，看队友那边什么情况。螃蟹能拆掉，我也不需要过去了，拆掉吧，拆掉了啊。